他就直接用打简讯说，白痴跟垃圾不配当你的老公，我要去找一个懂我，懂得珍惜我的人，我只想跟懂得珍惜我的人在一起。真的是，到底是谁在忍耐？马 Q 才生完小孩，怒轰昂虚假，直播两小时，列超多罪状，公委缩啊！你生人之后有什么感想吗？哦天哪，地狱！他是给得古拉塞，小金的看中，想看小孩，休想。马 Q 29号才顺利产子，婚姻就亮起了红灯。原因是老公小金在 IG po 出帮马 Q 擦汗的照片，孕妇产后的大脾气总算是见识到了。我忍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你说爱我的瞬间。忍你，真的是，到底是谁在忍呢？哇，恶心，真的太恶心了，他是虚假啊。他擦汗也是假的啊，因为我是真的是大叫说，哎，小金可以帮我擦汗，我真的是流汗流到全身，就是可能刚刚进去游泳池里面被捞出来的那种湿哦。他是用卫生纸那边一时一时擦一擦，然后就偷拍我，然后在 IG 发文，就早上起来他那边笑，哎，上新闻了耶，啊，捞什么东西？他说你不会去看我限动吗？我是你老婆哎，我一定要看你现状才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那忍要忍太久了。他呢，大辣辣的就是，那我先去楼下抽烟哦。抽完烟还不洗手，还摸婴儿哦。护士小姐说要去买那种束缚带，已经讲了好几天，他每一天都忘记，也没有要下去买的意思，就是一直要用医院的。我在帮你省钱呢、啊，我在医院的月子餐哦，你要吃吗？一直在问我要不要吃吗？我心想说是你想吃吧，还没啃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真的差一点他没有在舔盘子跟舔筷子，吃相有过难看的。反正我不吃东西会胃痛，你自己不要去买吗？好，你饿你就吃吧，但是要留一点给我嘛。而且他被数字就是被控制的很厉害，假如说有些人就会说哦，可能要喝到60哦，你已经饱了，已经吐奶了干嘛的，他就硬要塞，我还才拔尿管哦，他就叫我喝三千五的 CC 的水，用逼的哦，我那个时候是痛到不行，我下床要尿尿都要花30分钟的时间，他给我灌那么多水，哦，你这样会瘦比较快啊。他的朋友来探班，连他都知道不能放冰块了。当老公当爸的，我就坐月子还在放冰块，我妈妈就是水脑。痛到说小金，老公起来，我这要打针。我叫了快20分钟，他就打呼，完全没听到。啊，又睡着。你是婴儿吗？我说我真的伤口很痛。他讲什么你知道吗？老婆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不痛的伤口，去死吧。然后他每次做一件事情啊，说帮我倒水啊，帮我擦汗啊，说你这么好的老公你要去哪里找，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好老公。他就是洗脑他自己，我就是那种你是白痴哦，你真的很垃圾，就这样而已。他就直接用打简讯说，白痴跟垃圾不配当你的老公，我要去找一个懂我，懂得珍惜我的人，我只想跟懂得珍惜我的人在一起。那你就去找珍惜你的人啊，就是找得到的话啦。而且他还说我上一秒有爱你，就一直就下一秒已经不爱了。他说我不是来这边被你骂的，你要去骂你就去骂特助吧，我干嘛要骂特助？他又没有干嘛，叫我去骂别人，不要骂他。你是不是人啊？然后我说你不要喝酒，你等下不是要开车？他说反正已经没有差了，反正我没差，我的命不重要啊。转头就走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不负责任。以后他的绰号叫行李箱，转头就走的行李箱。马 Q 经纪人透露，这卡小金行李箱其实事后又痛哭回来月子中心，但是马 Q 亏得来不让他进房。哎呀，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吵架啦，先给他们一点时间冷静冷静吧。我真的很火大，血压我飙到160几耶，很失望，真的很失望。这个就是真心话，还有很多的真心话，这个才是前半段而已。